好多油脂啊，好多角質層啊，咁坐咗咁多個飛機，咁頭就扁曬啦，咁所以咧就係非常之適合做我哋今次嘅實驗嘅。你看我的樣子那麼累，就知道都是去過很多經歷的地方。我就已經坐了差不多好像25個小時時間飛機的航班，所以我現在口齒又不伶俐，真的有點累的。咁最大的問題就是我本身要靚靚地都見一見人的嘛，但是你看我的頭真的塌到一個點啊！即係咧，你睇下冇咗個好似成個波咁啊！而家冇係冇層次啊！即係扁曬，扁曬好粒啊！我已經係有噴下保濕，但係都抽乾曬啦已經。咁我就係有個可以 check 到頭皮狀態嘅。咁我哋就一陣間咧就會，咁我哋就攞咗部機啦，咁就可以睇得到頭皮嘅狀況嘅。咁我哋而家即刻試下啦。嗱，而家就係你嘅頭髮啦。就比較多油份啲咯，就覺得好靚。核突啊！但係啲頭髮都唔差喎，都好健康。講真，我有食開啲足夠嘅營養。嗱，呢個咧就係角質。呢個紅嘅角質層偏厚啦。哦，係喎。呢啲係角質層偏厚咯，仲要紅紅地嘅，可能拗損啊，可能敏感啊，嗱斷咗又話。哎呀，好核突啊佢！好多油脂啊！呢啲我知啊，因为坐完飞机都真系好劲，佢要保护翻个头皮啊嘛。系啦，咁就真系哇！我就唔想见到佢啊！呢个就真系完完全全系嗰啲角质层啊、油脂分泌。系啦，咁咧头先我哋已经 check 咗我个头皮嘅状态啦，咁就系好多油脂啊、好多角质层啊，咁坐咗咁多个飞机，咁头就扁晒啦，咁所以咧就系非常之适合做我哋今次嘅实验嘅。系啦，咁嘅实验就系我哋最新出嘅抗衰老洗头水啦，咁就系由头皮嘅健康开始，咁我哋咧转个头，我而家转个头就会去洗个头啦。咁我真系顶唔顺而家自己个样啦，咁我就会用洗头水个数啦，去洗完就我哋就会再 check 多一次嘅。好 ，OK， 转头见。系啦，咁我终于洗完头啦，洗咗我呢廿几个钟头喺飞机积落嚟嘅油渍同埋污糟，咁个感觉其实系真系顺滑咗，同我之前因为我好中意一啲咧有空气感嘅，有丰盈感嘅。咁你话其实睇翻呢个位置咧，其实个头顶睇翻咧呢个位系好，即系佢比头先已经唔系扁落去，而我自己摸都摸到咧，佢系有个空气，即系干爽好多啊，真干爽好多啊！咁咧，梗系我就攞把梳咧，咁样对其实梳下咧，觉得哇，即系呢个咁样梳咧，嗰个感觉啊，系即系嗰个感觉咧，自己系摸到，同埋头先吹嘅时候咧，觉得呢堆咁滑嘅，好似我都未做完全真正做 trip。喺你临瞓之前咧，我哋都攞嗰个头皮测试器咧，再 check 多次你究竟嘅头皮而家洗完头嘅状况啊嘛。好 ，OK， 咁我哋即刻睇下啦。哇，点解你啲头发真系好健康？系啊，好靓嘅头发，真系。因为我真系冇烫冇染啦，嗰啲皮屑咧。在那些毛囊度噶嘛，哦，嗱而家即系干净咗，真系好干净，几干净，哇，有几清晰，发根，好干净啊呢啲。如果想知道更多或者想订购嘅朋友，就联络我哋啦。